讲者向内凝自修，慈善行为之功，得者得也。慈善法助轮福为之德，报善种子，发菩提芽，成长大乘事业。这样修学佛法啦，哎，下决心，哎，多用心啊，功德修行啊，也是需要咱安怎修的功德。虽然咱常常讲付出无所求，三轮体空，这才是咱真正修行的目标。啊，不过修行的真自然啦，就是安尼伫咧累功积德、定点结以来，从十六王子啊，伫大通智胜佛的道场开始听法、听法，再搁再佛讲佛所说的法，自然啊，伊就甲真侪人各有因缘啊，来结缘众，安尼呢，累生累世。无用所劫，十六沙弥呢，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啊。十六沙弥呢，就是安尼一过去，啊，用这长久的时间下定志愿，啊，就是啊，听法，真自然，生生世世。求佛法，上求真理，啊，真自然呐、啊，心得到真理，真自然，在人群中啊，他自然就会去付出。在人群中自然的付出呢，当然无形中啊。自然就结了众生缘，啊，所做的福啊，累积呢，就是德，这是真自然，不是强求来的，是从咱发心念愿开始，咱的行要安怎修，这就是咱。甲众生呢，啊，累生世结来的缘，啊，都亲像昨昏伫咧教萨维亚四信的时，啊，看到一群呐，主祭人除了咱，从台湾啊，各人有因缘呐、啊，就。在国外的事业在咧发展，个人的国家无同，但是在地球的面顶啊，分为五大洲，因呢就是向着迄个澳洲的国家，澳洲有真侪国家，个人都伫无同的国家呢。去发展他们的事业，可是因缘不可思议啊，竟然呢是同师同道同志愿，因缘会合，现在呢
大家人又是共同呢，在迄个撒维亚为叙利亚的难民呐、伫咧付出。长伫迄个所在，视线看到大家人伫迄个饭店，大家人都安尼讲：饭店的老板呐、真肯定自己，真欢喜自己人，所以因甲迄个饭店一个真大的会议室，别人要来做。伊拢无爱做人，就是呢，要互自己人用，而且因个厨房嘛安尼停一大个空间，互自己人啊会当自由应用，甚至呢，老板娘啊，同款啊投入啊。甲住这人呢，好亲像一个人共款啦。除了看到咱住这人，换姿势、扬姿势，几下个啦，拢伫迄个所在，佮看到的呢，有波斯尼亚的志工，因拿来讲话哦，年轻人呐、因真欢喜，伊讲甲住这人斗阵，同齐来做好代志，因感觉欢喜、感动，又是感恩呐。因讲这段时间因足快乐的，阁有一位呢，他也是难民之一啦。叙利亚的年轻人，伫托尼基，这个年轻人嘛，投入呢，帮助咱伫托尼基呀做志工，伊语言会通，会当替咱翻译。这回呢，知影咱阁是伫这撒维亚，伊嘛从头开始投入到这当中。昨昏嘛伫镜头的头前啊，伊讲伊感恩，伊欢喜，啊伊也真感动啦、这年轻人，杨启士佫甲我提起哦，提起了讲哦，伊足感动的啊，这位难民啊。一家人就是安尼卡伫撒维亚，伊讲伊个身躯中啊，剩205块个欧元。伊讲吼，看到主子安尼伫咧付出啦，啊，伊本身呢就是读书，啊，伊食到咱个香鸡饭哦，伊呢就欢喜。了解呢，香鸡饭的来源是为着国际救灾而完成的。佮听主席50年前的德当啊岁月啊，好伊感动，由不得自己一直要捐钱啦，这份强烈的心，一直呢希望伊爱当捐钱。这钱小钱行大善呐，相信呢会当甲真侪苦难人结这份缘，所以伊就捐出5块，这5个欧元呐。那安尼呢，就是表达伊的虔诚。甲伊对主祭迄份的欢喜，伊讲吼，啊，现在伊已经是因为呢，这任何，所以落难为难民，未来一前途茫茫啊！那现在虽然身躯底
总共存205块，他也是真欢喜，而且强烈想要捐的，所以捐这个5块养鸡舍啊。伊感觉讲哦，摕到这5块啦，实在是吼、哦，十分的感动啦、啊。我听到嘛是真感动啊！伊知影5块银小钱可能会当帮助真侪人，对啊，滴水入大海啦，会当供应呢，往来呀、啊。一助旁度众生，这一旦启发真多人的爱心啊！常听因安尼一一分享，真感动。尤其是呢，因即马计划要安怎样帮助当地萨维亚中部的水灾？已经抗灾过后啊啦，看到遐水灾呢，啊、哦，做甲真惨重，真侪人拢已经迁居伫外口，也未恢复转来。但是住伫内底呢，也阁有800多户的人家，水。拢是浸过因的厝顶过啦，当然有真侪家具拢无去咯，生活艰难呐，要安怎样去帮助因呢？昨我都甲因讲，啊，就地啦，大家人所见所闻呐，大家人呢讨论看卖一下。讨论了这个方向，再提出，这是啥？常所见面呐、啊，人间因缘无同，在台湾互不相识，个人为事业，各分前程，竟然呢，会共同在欧洲，欧洲是这么多国家，确实呢。汇合起来呢，志同道合，又是共同去一个国家人，你想，这不是因缘吗？这就是因缘啊！汇集在这个国家，是救助从苦难中脱难出来的难民啊！这实在是因缘不可思议啦！内心自修，即个功，愿意安尼付出啊，即是爱将内心啊，逐个人甘愿，就亲像昨我都讲，现在难民啊，停滞伫萨维亚，剩800多人，那进退不得啊。啊，咱一大群人伫遐，啊，是毋是有可能开始呢？爱来做一个阶段的结束。好、哦，听到因逐个人都讲，毋甘啦，似乎阮逐个人伫遮，都咧想讲，要安怎样伫即个所在落地扎根，要安怎样呢？去陪伴，因为遮个地方的人。就讲，这难民啊，需要助济，希望助济，啊，搁留落来。看，但即嘛要安怎搁留落来啊？这个人进退不得啊！啊，咱停滞伫迄个所在，个人呢都有事业，啊，嘛是爱上班啊，啊，要安怎呢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一。和我的问题，我都搁和因问题啊，大家人互相搁考虑啊，这大家拢是无人勉强，因讲恁非去不可，但是呢，因人人发自内心呐、啊，
这就是向来令自修，本来人人呐、啊，就是开发这点善心，大爱无私啦、啊，慈善行啊，这就是功啦、啊。啊，定呢得加得呀，这是定定都安尼甲大家讲啊，定，这是大家人。愿意安尼付出，付出，付出到现在呢，在当地啦，参加外国的人，啊，波斯尼亚的人，叙利亚的人，萨尔维亚的人，大家人共同呢，对这群人间菩萨呢，打着内心一种呢，一尊重、肯定、信任。哈、啊，一定要留留着遮个人。哈、啊，恁若无留着，啊，遮个难民要安怎？替难民呢，请求啊，难民呢，有住这人伫遐，逐天快乐。看，这敢毋就是得得到人心呐、啊、的尊敬，得到人心的肯定，所以得。就是得啦，啊，因为呢，人人拢是持善法啊，来滋润、造福人群，这叫做德。所以功德啊，就是安尼这么自然，发自内心呐、啊，去付出所得来的，这叫做。功德啦，啊，这个功德呢，就是咱爱平时爱会晓布善种子，咱的种子有因缘呐，有土地啊，咱都爱赶紧呢布发这个种子，种子有了因缘回合。自然啊，以落地呢，缘会啦，哦，种子落土地，这个缘再加上了水分、空气等等啦，以发芽啦，这都是因缘成熟。安尼，咱这位修行者呢，这就是正中大乘事业。大乘的事业就是安尼，用人间所需要而成就的。在恁伫咧上《无量义经》，敢毋就是呢？有正中大乘事业吗？这就是菩萨。菩萨呢，平时都是安尼修内修。这颗心吼，那就是真如本性啦。打从咱家己的内心愿意付出，这个内修吼，内自修，会当坚持这个信念，安尼坚持落去，这个善行，这就是功啊，对。就是真正去付出，得到人心的肯定，咱要造福人群呐、啊，就是爱有人安尼不断肯定呐、啊，内心会讲，外面会行呢，才得到人来甲咱协助，这呢叫做滋润吼，这个福会当通，搁做较侪福，救搁较侪人啊。一个人更大的力量也是做不成就多大的事情，都要很多人彼此来成就，这样呢，这叫做善法滋润福，用善的法来号召大家人的爱共同呢，这合会话来就是对真正真感恩啊！昨这个
范德禄居士呢，用伊的身份来甲大家人讲素食，伊嘛甲当地的人讲，组织呢这个团体是素食，是尊重，是环保，是疼惜大地，用伊的身份来讲，所以不管是人民也好，当地人也好啦，都、就是阿弥伫咧尊重，这些论福哦，啊，在滋润这个福德，自然呐、啊，这个善的种子不断的撒播吼、哦，在大地啦，何以呢？因缘具足，菩提芽都是阿弥发出来，成为大树啦。大树结果呢，累累呀、啊，相信呢，迄块土地面顶还是同款，种子落地已经不野啦。这大型树叶呢，在迄个所在应该呢也真结，都会当有人接吼，会当安尼承接落去啦。住这人久久啊去一遍，安尼呢？应该就有法度呢，接受黄古这个大乘救人的事业呢，会当继续吼、哦。这就是咱爱用心啦、啊，修行啊，《法华经》就是要教咱大乘事业，就是要教咱呢成佛之道啦。咱来看前面的文，其国诸众生啊，音欲皆已断，顺一变化生，其上庄严心，发喜善业识，竟无异实相，无有诸如人，也无诸恶道。这是伫咧描述呢，发明如来呀、啊，将来伊生活的国家啦，迄、那个国度真清净啊，迄、那个所在的众生呢，身心清净，无有阴恶的心吼，人讲万恶淫为首。好、哦，真多真多的恶业啦，就是淫淫，也就是贪的改邪哦。那就是安尼，不管是伫色色情、男女之贪爱啦，或者是物质的一切的一切，或者是呢所有啦，这名利地位的贪欲、无明呢。拢是这粒淫字，都是从这字开始，所以贪嗔痴啦，就一直呢生长出来。所以讲未来啦，发明如来在出土成佛，未来伊的国土里呢，就是众生淫欲皆已断，顺一变化生。迄当阵，这个地球是重新再来咯，吼，结束啦，就是安尼行足吼，那就是行的时，事事啦，破坏了后重新再来，这种顺一变化生啦。其上庄严心，发起善业识，大家人的身体呢，拢真清净庄严嘛。那么发起彼此之间呐、啊，所讲的都是利益人群的代志，所讲的呢，都是法，无不都是呢，助长人人诶。发这种发心啊，欢喜啊，这种
法喜善业吼，下真正确诶善思维啦，无扰乱人诶心，所以敬无意识上，就是大家人就是拢安尼清一色吼，哈、啊、无有贪着，无有女人，无有男女之相吼，那彼此呢，这种诶贪。啊！大家人拢是呢，真平等、真清净，无有处恶道。咱这个世界都有天，亲像富有的人如天人伫咧享受啊。啊，人间一般的人间有贫富贵贱呐，也个有呢。人间的苦，苦甲亲像地狱中的一苦。同款，安尼的人间嘛有啊，那也看到动物啦、畜生，也看到呢，贫穷、饥饿，现在呢，偌尼正侪国家呢，欠粮、欠食、欠水呢，啊、哦，真侪啦，在饥饿中伫咧过吼，那这些。偌尼真侪都是集合呢，伫这个世间里，咱目睭看会到，等于是五道啦，或者是六道啦，加上了阿修罗道吼，那就是六道啦。这种人间啊，阿修罗道呢，扰乱了人间。真正是苦不堪吼！接落来的文讲，富了那必求啊，功德色性远，当得殊胜多，现行众心多，如是无量寿，我今但略说，好、哦，快要告一段落了吼。富了那必求啊，功德都是安尼啦，这呢真多啦，色性远啊，成就这呢多的功德。其实过去所讲遮多的功德啦，富了那祖孙佛的道法，遮尼遮多啦，修行路真遥远难测量吼，要甲伊测量呢真难呐、啊。这些点点滴滴来啦，讲时间真长。讲空间真宽吼，这富了那来来回回人间呐、啊，这个时间一长，空间之宽难以测量呐、啊。这是因为呢，以累生世修一切功德，累生累世啦，所修一切的功德啦，安尼。累累积积起来呢，真正是真完成，伊按来来回回真多啦，啊，唔是到这为止，因为呢，正面正面的门呐，佛陀也阁讲，伫未来无量劫，同款要阁造算诸佛法的道场啊，所以讲过去是遐尼多。未来呢，一个真长的时间，安尼呢，一直到个成就圆满，那就是成就伊的净土吼，伊的世界国土都遐尼正清净啦，所以当得殊净土，应该就是安尼，伊迄个净土的面顶啦，啊，多数的拢是。现性众生都拢是现性人呐、啊。
懂得如是动机净土，拢是贤人、圣人、菩萨、声闻、人天，安尼的人，伫这个国度里呐，好富贵人家、修行的人、行菩萨道的人，是贤人，是圣人，充满了伊的国度里吼。即大家人恭喜啦！伫即个净土吼，内面拢总是菩萨声闻、人天之上，无法度算计啦。即贤圣、贤者，何以先知而行？即就是贤啦，他就是时时甲即个。善行汇合在一起，这叫做贤人。啊，圣者就是会以正知体力，因为圣人的内心呐、外面的行动，无不都是呢以真理正法汇合在一起。这就是叫做圣贤，哈、咱人人啊，学佛嘛都要学安尼啦，如是无量寿啦，五经等略说。富留那弥陀罗尼主，其实过去是遐尼多的代志，未来呢，也阁是伫佛法中啦，也阁有真多佛未来出生人间啦，那么也是帮助佛呢去宣扬佛法，未来的人间的如来呢，逐起如荡啦，这。贤人、圣人、佛啊，累累一直呢在人间出现，伊嘛都爱不断呢继续来做帮助吼。那伊觉悟的人啊，在人间以助宣正法吼，那这都是上面呐所讲述的吼，那所述说啦是。做宣护持诸佛教法实在足多吼，那这么多呢？其实还佫较多。恐惊讲听的人呐，生疑，其实过去比佛陀讲的佫较多，未来佫较多。啊，若要佫继续落去讲呢，恐惊听的人啊，哈，愈听呢。愈生出这个疑问出来，所以佛陀到这个所在，他就是故为能略说，敢那会当呢？安尼简单讲一个，好已经遐多啦，也是讲安尼简单讲一个，可见富留那呢佛陀的形象吼，那这个佛跟《法华经》啦，以。有积文，就是讲显积在人间，这叫做积文。完全呢，这个法甲人间汇合啦，讲人间事吼，那出世间的智念，这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要甲咱教，就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智念。啊，入世呢，就是伫世间所有的一切，那是一个脚，是一个脚步而已尔定。人无法度永远伫人间呐，佛陀出现人间，嘛只是一个脚安尼过去呀。咱离佛的时代两千多年，现在今佛何在呀？
但行。发心应行，佛的法啊，这个发心呢是应行，这是本。这个本呢，人人本具啊，一真如本性。那现身的人间呢，总是有这个大自然的法则哦。所以讲起来，这是一个热，一个经过的热，叫做热门哦。啊，佛陀虽然现在人间，为人间做这么多代志，但是呢，佛也是已经呢入眠啦。啊，但是法留伫人间，这个门啦，这门就亲像咱讲。净师法门诸者宗门，那诸者路要安怎个行去？这个门，那么净师法门呢是这个精神，咱爱坚持着。精神，精神是无形，那么宗门呢是身体力行。不管是空间伫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咱拢会当去描述东西南北的方向，会当用语言来描述，不管什么种的语言呐，伫什么款的国家，也是同款会当翻译过去。佛伫印度。所讲的古印度的语言呐，其实咱嘛是唔捌啦，嘛是经过了爱有安呢，会先人圣人发心取经、译经等等，咱才有法度把这个法留到咱现在。啊，咱现在呢，咱宗门由法门开始。启动了宗门，由这个宗门呢开始，就会当在人间各个地方呐去布善经济，这些咱的规则，咱的方法吼，那这就是人间法。有的人就听，将声音听入去，这个法。有的人呢，会要自修重新改过；有的人呢，就是改过了后呢，还是爱搁再去度人哦。那这种呢，人间法啊，就是啊，希望行在出世行哦。那就用人间的法，那要修的呢是出世的行。所以咱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那永远呐，付出无所求，啊，做得对啊。但是自然呐，都一定吼。那富留那弥陀罗尼子呢，敢就是定呢？伊的行为得到佛陀的肯定，得到佛陀的赞叹，得到呢两千多年来啦，咱。也过一当，捌佛弟子中有这位弟子，所以这嘛是接门呐，就是安尼过去的热，这也是度吼，这度过了，用这个法来度入门来，佛跟《法华经》呐，度声闻人呐，佛正说灵界吼。率行修记四段，叫做一周。
就分出了精选，那种四品，这就是开始伫咧现这个境界，一直到干呢，从方便品开始要精选法，正得爱下方便的时啦，要开演呢一性法开始吼，啊精选，但是呢。啊，都系灵界呀，从舍利佛开始哦，体会到啦，这灵界实行啊，不断呢，还搁在佛讲啊，讲那一个法都系不断呐，佛讲噶，佛大家人哦了解这个法完整了后呢，受记这呢就是四段哦。叫做一周，即声闻人呐、啊，有上中下三根吼、哦，那上中下三根就有前后三周说法。那上根的人一听了后，啊，伊就会当了解，就亲像舍利佛。舍利弗啊，以一个人的佛方便品在咧讲呢，哦，一开始这个法都会当体会啊，会当入心嘛，这是单独一一个开始体会到这个妙法一时真理吼，已了解啦，所以我入一心。这就是舍利弗第一个以了解这方便品开始呢，才引入了呢这毗卢品啊，那毗卢品三基毗卢啦，开始呢就第二周咯。因为舍利弗开始了解了，到毗卢品来啦，那佛陀赞叹舍利弗啦，受记了后呢，那么有大伽耶娑婆提伽坚言目犍连定四位啦，声闻算是中经的人啦。总是看到舍利弗体悟啦，得佛受记啦，因呢也开始呢，伫毗卢品啊，慢慢呢吸收了解啦。这伫这个三基毗卢吼，羊基、鹿基、大白羊基，安尼呢，互因深深。提悟出了一生的实法，这就是这四位呢，在这个毗卢品，搁在看到舍利弗得佛受记，那搁在呢三基毗卢啦，这也很深深体会到了，就因为毗卢品体会到四位大弟子啦。就开始性改品，大家人也会记得，伫性改品啊，四位呢来到佛前啊，忏悔过去啦，就是安尼浪费时间呐、啊，啊，
都是呢，敢那独善其身呐、啊。所以，这伫《性解品》里呢，就在描述吼、哦。那这接落来呢，那就是欲错如品呐、啊，已经。因一旦通体会了解了佛陀呢，就开始讲欲错如品，天地之间呐，未用个欠罪分；咱人间呢，未用个欠佛法，法譬如罪，那有了罪来论习啦，自然呢，那天地万物啊，都一旦。真繁荣，就亲像咱人若有法罪啦，咱的慧命成长，同款的道理啊，甲这个药草乳品会当应用伫人人的心病吼，那身心有病啦，都爱用药来医啦，所以药草乳品啦，好，大家人拢搁较体会啦。接下来就是受记品，四位呢已经得佛受记了吼。这些第二种中根的人，四位声闻得记啦。那第三是因缘就啦，那就是等于其他一切声闻是下根的人。所以佛陀啊，开始呢接落来吼、哦，大通地成佛，真长久以前以前的因缘呐，所以受真侪人来大通地成佛的时，安尼接触到佛啦，那十六王子的体会啦。还用这么长的时间啊，这个打开了有缘人去说法，这呢就是的化成如品啦、啊。人受记，就是接落来伫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品，啊，大圣呢都爱先赞叹，富留那弥陀罗尼主吼，那就是伫这品呢，要带动更加侪人来受记，所以这就是处世因缘呐，如此三端呢，处地道。上中下根，故因三洲说法。哈、啊，各位菩萨，学佛啊，咱要耐心，当时修啦，无间修，无义修，哦，尊重修啦，对法呢，咱要时时重法啦。爱信心的坚固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